抬头看天空，蓝天白云，天气好到不行，但云中却透出彩虹，七彩炫目，彩虹云也太美了。不一定呢，有偶尔啦。高雄梨园天空出现彩虹云，民众惊见梦幻美景，赶快拍下。出现彩虹云有三大条件，必须在高空卷云层，有足够的冰晶，再加上太阳照射角度，似乎也代表天气要变热了吗？太阳已经从南半球往北半球这边移动了，天气呢就是会越来越热，真的要变热了。高雄26号高温飙到36度，西子湾沙滩有一名外籍男光脚踩进沙滩里，如同人肉铁板烧。外籍男到沙滩想做日光浴，但两只脚脚底板直接烫伤，起水泡，不断哀哀叫。在日光浴的时候，他走下去，走到一半就受不了。沙滩到底有多烫？用温度计测量，高温破70度，短短30秒就会烫伤。我自己来救人，结果脚也碰破了。帮忙救护的民众脚也烫到起水泡。夏天快来，不只有彩虹云预告，沙滩被晒到70度高温，到海边记得穿好鞋，以免烫到，怀疑人生。记者今天中王淑红高雄报道。我是方彦迪，主播工作让我学习倾听所有人的意见，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。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，但能从新闻里看尽每一道风景。我是方彦迪，请您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